素，对啊，真的有。看哈，加速买如个，别跳啊，点跃买醋个，跳跃好贵哦，跳跃也要2块钱。啊，两回啊，这是好我搞。脸掉了。这个我记得可以下去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下去。看一看，突然觉得地图有点可。哎，这里买几个发光？八个，八个。哎、欸，我傻你眼少一了，我上一台车就要把我传回起点。等下起点马上来的、啊。是哪？我们有8+9个发光哦。八加九，好恐怖、哦！哎呦，看我们8+9之力。这是哪里？那、啊、我先。是哪里呀、啊？噔噔噔！我们来啦，8+9来啦！我先发光，到处都很可怕。白痴啊！我发什么光啊？跳不起来啊！我看到左边跟下面，对对，我还在逛地图哎、欸。再一个，我去抓那個左边的，有没有？哎，完了，我出不去了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刚刚又是少一个，真的吗？我这边看到的是繁星，繁星我抓在左侧的。我去，你先跨龙膜啊！等下逛一下啊！那个也在逛啦，要逛什么、啊欸？隔壁可以走哎、欸！等下我要继续看，继续看，继续看。我记得剩下龙是在外面。逛一下地图。因为你要用的时候要讲一下哦。嗯，好。还有那个，我先来哦。好，发光。过不去哦。哎呦呦，另外两个都看到了。都看到了，是好。对。嗯，上面有一个在紫色大楼比较远的、嗯，一个是在比较外面的。你现在人在哪？比较外面吗？机场刚回来。好，那外面的交给你。哎呦哎呦，我刚刚有一个人，洋洋，你要去哪？洋洋，等一下，这里太可怕了，我哪里都不敢进去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好黑哦，很可怕。为什么会黑？就真的很黑，就到处都黑漆漆的，不敢走啊！你是亮度调很暗黑哦？对啊，没有啊，不是晚，现在不是晚上吗？啊，不是啊，不会啊，你亮度没有调到那个什么下面呢、啊？有些那种路看起来就哦嗖嗖，那不会啊，里面不会突然跳会吓人的东西啊。所以那下面要怎么去？会怕，不知道啊。那个走，对，来研究一下。欸、那怎么去？哦，小雨，什么？小雨，那怎么去？小雨。小玉，小玉，一个抓三个，这下面几度哦？直接抓，烂透了。洋洋不用怕，你就跑远远的，找一个好地方。有些地方也亮亮的啊，你可以找。这不是恐怖游戏、啊哦，再来哦。哦，换一个队友，我跟杨好，好，不用怕了，不用怕了。哇哇哇，他呛我们来！不是，我是说杨洋不用怕了。杨洋那个发光，先买个9个好不好？好。对，其他就随意。加速跳跃可以各买2个，这样就不怕追不到人了。这样子，感觉黑黑还是很棒啊。嘿嘿嘿！只有我活在恐惧之中。你现在可以活在开开心心的世界了。不是啊，还是很黑啊。什么死路？你是不是装光影啊？而且你钱怎么掉出来了？你还有1块钱、欸你？你到底是装了什么啊？狗鬼啊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原版的、啊。很暗呢、啊。不会啊，它没有很暗的吗？光啊，不会很暗。你到底是昏暗还是明亮啊？没有啊，我调明亮啊，可是就是。就是自己心理作祟，就是你有问题、啊。那你等一下你先回答我，你钱有没有花光了？啊，我这里是哪里、啊？买啊，买一个加速，1块钱可以买加速。我刚刚明明就花光了，去过了。1块钱可以买加速，没关系，那你就捡到1块钱，超爽的。花光了没？花光了没？有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先用了吗？有了。Hello?左边有一个，前面左转的那个交给你好不好？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哎、欸，你要带我去黑漆漆的地方吗？没有，这边过去。这边过去。啊，这边一跳就可以跳到那栅栏上过去了。不然你就直接跳到提升也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我在发光。哦，它原来是长这样的。嗯，
在哪啊？这怎么下去的、啊？不知道怎么。咦、欸，发光！哦，在那里哦。跑走了？哪里？跑去哪？在哪里？哦，快跑！贼贼，别跑！哦，好迷茫。贼贼，这是哪儿嘞？这又跑上去了，哇，这六啊！快跑啊！很会六啊！啊！有了！我是有，是有，你至少抓到一个啦！吼！看电影，看电影，这是电影院吗？你觉得不像吗？你看一下，你回头看。杨用一下发光。有有有有。你要进去啊！哇，他跑走了。你就售票口啊。哦，好晕。哦，好晕。我看着这个耶。啊、你刚走进去，走那么多椅子，你还说他不是电影院？这里很会跑呢。然后回去，哎、欸，好远。那个杨都在起点附近。起点哦。对，我来发光。哎、欸，这要走原路回去吗？这个上了气吗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？这里怎么会有死人？这个要怎么回？我迷路了。发光多嘞，发光。这边，这个上，啊，这边死路了、哦。这里有路，这里超恐怖的，不能上去。哎呦，哎呦，跳走这边。这里，完了啊！跳走这里。郑小雨，那个刚刚你剩几个发光？先冷静，先冷静，慢慢来。哎、欸，你看发光先留着，你剩几个发光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卡 bug 了？你又怎么了？你先回答我，你剩几个发光？你先冷静。原本有六个，可是我按一下 Q， 通通都不见了。你就一次把全部跳出去。我点一下而已。我的，哇！没有，你可能蹲下 Q 了。蹲下 Q 还在那 Ctrl Q 了。对对。Ctrl Q。来，我最后一次发光，一样看仔细哦，发光。哦。哇，我没看到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好险，好险！看到。哎、欸，我等一下躲这里。好可怕。什么鬼地方？然后这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额外的发光了。跳下去，跳这里。咦，你们知道没有找到这个入口？完了，洋洋。对。有发光，小心按着按着那个 Ctrl 加 Q 就会全部一起 Q 出去了。Hello。哎、欸，我玩麦块这玩了一年多，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。对，就是。全部丢的方式，你刚刚应该是用到了。可小雨，小雨，什么？好赚哦！哦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真的假的？啊、哇哇，六六六 ！No， 来不及跑。竟然在没有发光的状态底下找到你耶，真的好扯哦！超扯的，我们也只知道你就是可能在那个大楼底下，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、那个是什么。你进去有那个苦力怕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在那个喷水池底下。那是喷水池下面、欸、有一个门可以开。对 对, 對、哦。所以我其实也是找错地方了。对，它有一个是从房间里面走，一个是喷水池下面。哦。原来那个地方，我刚好前面有去过。六六六，六六六。觉得可恶，太强了。小雨，我们心有灵犀。他不想要跟你有这个心有灵犀，我被嫌弃了。我最后玩是不是？好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再开一次吗？啊，因为有个点我很好奇，就进去游戏、啊啊，有个点我很好奇。嗯，要不要进？就不要有鬼可以吗？还是一定要有鬼？还是不然就鬼带着他？那就鬼不抓人就好了。啊，大家要排队走好。嗯。会啊，跟你走，来这里也可以 TP 我们看啊，反正要带我们去哪？这里，反正要带我们去秘密好地方。没有秘密啦，我只是好奇，因为你没看到这个吗？哪一个？然后他是因为要走这个。嗯？从哪里？哎，你怎么跳上去了？没有啊，走旁边，走旁边。哦，然后走这个树屋、啊，一路跳过去吗？没有没有，要先要爬到上面来，要爬最高的，爬到最高哦。对，最高跳下来是。然后他上面就写说不要怕，跳下去就对了。啊？哎、欸，这里走这里走这里。哦，这里。快晕了，快晕了，快晕了。
对，好高哦。所以哦，好高。好，不要怕，掉下去就对了。就是跳那个啊，史莱姆。对啊，我刚刚是想跳到他。然后呢？就一路跳到对面屋顶啊。哎，这样子。对面屋顶。没有没有，他可以跳到这上面啦。对。可是他只能到这里而已啊。哦、好吧，那没事。对啊，到旁边这个房子。就只能感觉只能到这里。刚刚的高度应该就只能跳到这里。就是、逃生路线吧。哦，有啊，这里可以再跑过来，然后就进来这里。嗯。哦。这是逃生路线。哦，可是这里一楼也是可以啦。对啊，这里一楼可以。就是绕圈圈战法，绕圈圈战法。好，没事。绕圈圈。对。可是因为毕竟鬼有那个跳跃提升，所以其實对啊，跳跃提升那个太强。还很多绕圈圈的点。耶耶耶！换一个，换一个。你们要换版本？要要要！你要有时候会哭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不要海服伺服器的 death run 一下。我好像，好像可以的。来，我们看看哪一个啊？海服。海服。哦，不是 pistol。pistol。因为 pistol 五个人好像不知道玩什么。好，完成。那个版本真的有差吗？会那个是习惯、OK 啊、玩伺服器会调一点吧。哦，对，因为它伺服器基本上是 1.8 的去做最顺就对了。Yeah， oh, OK， 你们有 HIV 吧？嘿 ，HIV 不是吗 ？Yes 啊，呀，第几个啊？小雨的蜜蜂，蜂菇。你放啊！我是又崩溃了。一点八，你要崩崩屁崩，砰砰砰！今天很崩溃，要跨年，跨年特别崩溃。那傻眼。嚯！来爬梯一下。啊，欸，可是他趴不是只能趴四个人啊？海服只能趴四个人？我觉得海服只能趴四个人。我趴趴看，说不定我可以趴比较多人。好，好，好。因为我有申请 VIP。哦，那可以。我因为就一般人只能四个人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啊，好，好，OK 哦，没问题哦。对，我现在问题只是一直在崩溃而已。可以。完全都是英文的耶。你累了吗？没关系，等下你当死神就不累了。真的，你就只要一直弄爆别人就可以了。弄爆别人，怕爆。你只要会带带带就好了。带带带，哦，带带带，哦，了解哦。哼。你还在崩什么啊？崩崩崩！哇哇！很扎实，拍谁拍谁！哇！抓娃子爆了！哦！登录中，登录中！天上有雪花耶，好漂亮！欸，一进去就崩了，为什么？哦，啊？还是你可以再看另外一个。今天第一次这样，很可以的。点八点九，噔噔噔噔，好，我不要1.8.9了。还是因为那个，不用 Artifact 来看看。可是你讲的都是我现在用的，但我觉得你要换电脑。8.9 Artifact 可是，我觉得你要换电脑。该换电脑。我可以接受你不要的电脑。我也打。讲完之后，我全身冒冷汗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
你讲错话哦。全身发热。中午第二。不冷。等一下重开机。气。进去，进不去，我再换一个版本。你说好了没？我也想好啊。好了没？好了没啊？你要我电脑好了没？要多久？要多久？我也想好啊。我想玩游戏啊。不给玩。干嘛、啊？有毛病哦！乖乖的。为什么最迷人的、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为什么那么痛，还敢在胸口再挡人一伤悲？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！我再次这个是不行，可能要重开机一下。好，好。再不行的话怎么办？分钟买一台电脑。现在现场啊 ，PC 后立刻马上见上帝。PC 后应该也是没这么快了。很扯哎！现在马上，立马下定。啊，杰瑞那边有方案有没有？什么？要帮你加速吗？可是到送到台中，应该就不可能是今天就可以解决了。等五分钟，我去找开机。好，新年新希望。新年新希望，只是想开个机而已。新希望可以好好开麦块游戏。我只想开个麦块。为什么每次播这首都吓到啊？神经病哦！好听啊！耶、yeah, ，那我要叫宵夜来吃啊！居然，那、啊、跨年嘛，跨年就是要吃宵夜啊！可以多叫一份，请那个外送的人一起吃。哦、oh, ，有没有？一起跨年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是他搞不好要忙着去接下一单，没空吃。对呀、啊。要打开 TD6 了，还要打开，那我只好开始刷营养师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的各种开别的，哎、欸，那我也开一下好了。好啊，没共鸣。完了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来了，一起入坑，入坑，入坑，该入坑了。我去结界突破一下。困难标准。拿手，迷人的危险啊。看到旁边一直喵喵叫啊！喵喵喵喵啊！
一爷，一爷，眼前就有了，对啊，老师是，果然最万用的就是重开机了。真的，不是应该拍拍电脑敲敲他吗？Hello， 有在吗？我的 party， 嗯，我没玩阴阳师啊，那什么游戏？哎呦，邀请小雨，你说风之谷的阴阳师我有玩啊，啊，阴阳 Jerry 可以打个 ID， 我看看，继续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推出，English 不好。Click here， 你看可不可以弄那么多？哎、欸，可以哦。点哪？干嘛？哦，有了吗？哎呦，哎有哎、欸，都有哎、欸。有哇哦！啊啊！可以趴比较多人。我就趴超多人呐、啊！哇哦！太会趴了吧？太会，真的太会趴了。五个人一起来 ，Death Draw。哇！有进来吧？有啊，有有。我们一定团结一条心嘛！团结一条心，其中一定有内鬼。这是小圈圈，小心。嗯，好像玩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啊？对，就是跑就对了，好吧？你看，好好跑起来，努力的跑，开始哦。爱死！他旁边会有死神啊，就他有一些机关，那是死神去用的哦。哎、欸，啊，如果死神不用的话，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跑酷，应该都没问题哦。OK，、嗯、对，那、啊、死神是随机选的。我怎么没看到你？哎、啊、呦，来哦，来哦，准备喽，我们一起冲喽、啊！我怎么没看到你？死神啊！冲起来，冲起来！你是死神吧？哎、欸，死神哎、欸，冲屁哦！他是死神，他在旁边啊。没事，我一定不会只挑你们。丫丫小心这里。哦呦，这里哎，我丫丫没死哎、欸，哇，怎么强？我还是死了，死掉了。那、啊、死神有另一个死神在用。他不能碰到。你是我们自己人，前面还有人吗？啊，爷爷，谁都不能碰到。他手上的方块是干嘛的、啊？绿绿的那个。手上方块就是一个加速用的，他会往他写的那个方向。不要这样，敌人这边他人家过去你都没碰。没有，我只是要用小绿嘛。干嘛？过去。对啊，我只是……哎、欸，可恶、欸欸哦！什么东西？好可怕！哎、欸，小绿。啊！这个一直回头来弄我们。没有。没有哦哦哦啊！这边，这边好快，好快跑！哇，我已经给这边跑过了。我看啊，这里都用过了，这里都用过了哦。好可怕哦，这个。哦，哇，没得用了，没得用了。完了完了，按错按错，没得用了。啊！走啊！你这样看着泱泱死去。我看到你走过来，我就停了。你好坏。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死掉了。没事，不是，是我才不信。你看，有人走过去了，对了，有人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。啊